嗨，你看得到我吗？不，你看不到我，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适合消失在任何人面前。我想要的只是被人看见，但只是努力，人们是看不见我的，要非常非常努力才可能被看出一点点。而与众不同就能被看见吗？可能更容易被忽视，但总有人走进人群，又能从人群中走出，被看见，被叫出名字，被认出模样。我的所有不服，只因我们都可以不服。嗨，你看得到我吗？不，你应该先看到自己。为你隐形的天赋，先穿上这套牛仔服。我就这一套，立。